钟欣同阿娇呢日到电台宣传新歌《听说的幸福》，阿娇就话新歌其实系送俾老公赖宏国嘅结婚礼物嚟噶。咁呢只歌其实系送俾我老公嘅一首结婚礼物，其实系一个 surprise 嚟嘅本身。咁咧，咁我就邀请咗汪苏泷帮我去写呢只歌啦。咁佢又好快答应咁样写咗一只好好听又好感动嘅歌，咁谂住响婚礼嘅时候播嘅。咁但系因为我系一个守唔到秘密嘅人，咁我收到呢只歌嘅时候，我觉得哇好听啊，好感动啊，咁我就即刻同 Michael 分享啦。咁佢就知道咗呢件事啦。我又唔知佢有冇同我听啊，但系佢开心不真嘅系。最近阿嬌在社交媒體不停上載自己為婚禮減肥的影片，不知道當中是否受到老公的推動，所以默默健身呢？不是，他 push 不到我，所以我才拍個片等全世界看著我減肥。其實我為什麼有這個行為呢？就我呢是興，因為我本身不是喜歡健身的人，那我老公就是一个坚持每一天都健身的人啦。咁啊，我即系嚟当时嚟结婚，应该又系一个月的时间。咁我就希望 set 一个目标，咁希望就同一啲想减肥的朋友一起去减肥，由零开始。